6:45了，录到城管机动上班。然后今天这种方式，我抱着售卖货品不落地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管啊。这也是我这次出来的一个原因，摸一摸底，是的。刚刚出门吗，大姐？6:30上班呢。6:30就上班了。哦，我从码头上来呀。哦，你那城管是几点钟上班了？城管的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也是6:30上班。你已经上班了。他今天不会来管我吧？他还得一会儿是吧？得一会儿。哦，他6:30上班，他7:00还正式进入岗位是吧？阿姨看一下栀子花，栀子花看一看。卖菜的去管卖菜的去了。三块拿两把。买不了。啊？卖不了。5块钱三把，好吧。啊？5块钱三把。你3块钱三。上我搞玩意。搞么子？叫我家里干么子？忘了，我也买了，我也没有防滑底啊，买，我没落地啊。刚来的。拿着走，哪个人？家里走就是走了，行了。你是哪个？你管我啥个？我家里走。你是哪？你我不是要我走我就走嘞。我肯定是管你们人在家里走啊。你给我看噻，怎么嘞？刚来的。2块钱一把。2块。那凶怎么是嘞你？3块钱两。我没有卖，我也没贩卖在底下，我也没在底下贩卖。我的包了，我包了身上的，你要我走就走。你是哪个？三个。么呢？你问我啥个？你问我啥个是吧？是的。三个。你是哪个？我叫你走。好了，马上走。谁哪里都可以管，管啥子？谁都可以管我。那肯定的。哪个说的？谁都可以管我嘞？在微信。哦，微信噻，好的。不能摆的，我也是不要摆的。说话语气放温柔一点。我跟你说几遍，你不。就算你是执法的，你也要文明执法。我也没么样，我们放地下拍了买。为什么少不了？是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微信。是微信啊，是这个。不要讲的，晓不？你不要跟我在那里吼啊！这什么搞的？我是好生也跟人家讲，你要我走我走可以，你莫在那吼吼的，吼起吼巴的。我说几遍你不听。你说几遍了？就一遍。哎，没动了。哎，那都狠。你是执法的还是哪个人？你是哪个把门的那个？卖完了是吧？好，行，收着了。那我们倒吃一下，好吧？你是什么城管？你给我管你，执法人给我看子。我不想。你有没穿？有没穿衣服？你的衣服给我看噻。兄弟，那个小生意成魔天彻底。魔是啊，你不要动手啊！你要我看我的，你有没资格给我看我的东西啊？我，你要我走，我不看你东西不得吗？你看有没有一个人摆摊子？你这晓得我是怎么子的？这么简单的个事。说这个小生意，你是城管，你就拿我看啊！这里执法证，谁的小生意是搞么？你这不要这样子搞噻！妈的，你都把我扯皮了，怎么子？要么我没有跟你扯皮啊！你要么样的？你要么样怎么样？还是城管的，还是管城管的。善良年轻人，没得。你那个小生意的，他跟我扯皮。我是生意蛮小，我生意蛮小，但是也不至于那样欺负我噻。我生意蛮小，也不至于那我要几大生意的才能跟我温柔一点说话呢？叫你走就行了，你不要跟我混到这车里。我没有跟你混到车，我只需要你给我看下子你的。我凭什么只给你看呐？那我凭什么要走呢？你光是拿了不要动呐！你肯定凭什么看我的东西？你看你要不要是敢看我的东西啊？那你只凭什么拿我东西呢？我叫你走你就行了。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呢？啊，你凭什么拿我东西？你找不找吃水？我走是走，你给我指不认我看下子。我凭什么只给你看呐？我凭什么只给你看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你要三个老几呢？我家说要家里不进卖就行了。那凭么事呢？就凭我不进你卖。你上老几呢？做点小生意不要抢的。做小生意你要更要尊重做小生意的人，你不能这样子蛮横的去执法。就算你是有一身皮，你也不能蛮横执法。什么玩耍？什么玩耍？我什么玩耍？你说什么玩耍？你要模样好吗？要模样的。来，我什么皮啊？哎，莫动手啊！我动手了，带着看来了。看来嘛，老子走不走无所谓。莫带渣子，不要带渣子。你是老子骂老子人了？你老子都不。我骂你莫噻，你莫点我噻。骂个屁啊！一时没鬼子。骂人啊！老子骂了不？骂人啊！
你的文明执法啊？哪是文明执法？跟你这说不通，哪是这不耐烦？你不耐烦？就这样的事啊！好，行，我怕你，我走好吧？行吧？你狠！老子就是命，老子就是命脉。不要带渣子，不要丢武汉人的脸。你也是武汉人吧？还是哪里来的乡里人？我谈那话，乡里人是武汉人都是。那你不要欺负别个对啊！我做小生意也是人呐、啊。好生说了，你这是好生说吗？你这好生说吗？我做生意也不容易啊。你非要扯皮是吧？我没有非要扯皮啊，是你要跟我扯皮，你跟人又是打又是摔又是扯的。你说话不中听是不？我只要你把证件露下，我看看。你是不是说是证件问题？你还在那靠？你说我是不是一直被拉转？哎，是，你要穿一身衣服，我看看这。你去骂你妈的！你要尊重我才尊重你。啊，我不尊重你是吧？你尊重我是吧？好，行，我尊重你，好，我走好吧？可以吧？不得呀，我买点狗子抓你，还得过来，都看我的东西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你刚刚跟我说我小生意，你不要那。哎。你知道几那个东西？不要太气了啊！这哪年的？就走了就行了。哎。扯皮的，这扯不赢我们的。我还真不想跟你扯皮，我只需要你文明执法。这种小生意的老板，我们都是人。我们说了，你也不是，你是摸人的，你高人一等。摸你把金脚，我教摸一个。是啊，是不要指着花，不要指着花摸的花的是吧？武汉话我晓得，我懂。这一个小生意还要我们那个东西。小，我小生意是，我是小生意，但我小生意我卖我人没有什么呀。走你是走呀？我只走了一下的。你走还是走啊？那我们就一定要走了，我走哪里去了？娘呀！这你在这里办事啊？再出抓一点。好，我走。你能不能扯那个皮了？我走，行，你狠好吧？你狠。不要骂人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不要骂人啊！你冲哪个老子？啊！我怕好吧？你是哪个执法部门的？那我们看下子。搞我啊？哪个执法部门的？这是哪里管的？彰化是吧？好了 ，OK， 行。哎，不要动啊！这里赔不起的。你再多我也赔得起啊！我心里的血的。你真赔不起。真的。我晓得你不怕，我不晓得你不怕，我怕，我走，好吧？是的，我是卖栀子花，我是不应该不得了，我怕你，好吧，我走，好吧，行吧，你狠。卖不成了。小断章取义的栀子花卖不成了，我全程录下来了啊，全程录下来，没有断章取义，全程录下来了。钢花那个市场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就这样了，今天的那个体验就到这了，拜拜。就是激动我就发癫。